我的儿子哦，陀宗华发挥精湛演技，深刻诠释一位退役老兵，因妻子生下两名智能不足的子女，深受打击，不断的酗酒家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坏的爸爸，他也是一个人，他要承受到这些的压力，还有他的一些失落跟他的失望。因为我唔通放弃。 在戏里素颜演出的李幼如饰演智能不足的女儿，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看着受伤失能的弟弟躺在排泄物中。我很难想象，居然有人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上下生存，排泄过程当中，你全身上下都很不舒服，但就是他们却是每天都要经历这一切，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爱。 大爱剧搜寻者描写一群慈济志工深入访视基隆各区需要帮助的人们，给予爱和温暖。拍完这戏，感受很深，就是说，30年谁做这些事，还是有一群人去做，默默的，然后无私来就是奉献。 17个真实案例忠实呈现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生命及弱势家庭的无助与悲伤，也透过镜头向付出关怀的慈济志工致敬。台新闻蔡佩莹、李明华台北报道。